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侍卫大哥，我们是来给琳琅姑娘帮忙的。非御前之人进出厨房，必须搜身。侍卫大哥，她们是我的姐妹，请你通融一下吧。行，进去吧。多谢了。吃啊，好想尝一口。那我先给皇上送去了。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做完赶紧走。是。皇上，这是奴婢给皇上做的杏仁酪。皇上，奴才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皇上喜欢吃杏仁酪的，奴才可没说呀。真的？嗯，朕最讨厌别人在朕面前撒谎说假话的。奴才真的没有。皇上，不是德公公告诉我的，只是奴婢平日最擅长做杏仁酪，所以就给皇上做了。可以润肺去火，请皇上尝一尝吧。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！皇上息怒！小德子，奴才在。退下。这。哦，对了，长青哥哥，我把你上次出的主意告诉琳琅姐姐了。今儿啊，琳琅姐姐就做了杏仁酪给皇上，我和玉姑姑还一起帮忙了呢。想必呀，皇上一定会很喜欢。到时候如果皇上赏了琳琅姐姐，那我也就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了。魏琳琅，只要你好好回答朕，你到底懂不懂音律？奴婢懂得。那你为什么要欺骗朕？说话。
因为奴婢当时不想为皇上弹琴。你心里既然有事，为什么不跟朕说？奴婢不敢。朕不怪你。来，进来吧。谢皇上宽宥。你呀，也太谨小慎微了。我心似君心，可君心也似你心呢。朕明白你的心意，其实朕跟你也是一样，朕喜欢八年前的你，也喜欢现在的你。你知不知道，朕已经找了你很多很多年了。朕还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是你十岁生辰，差一点被盗贼所抢，朕也被刺客追杀，身负重伤，走投无路。可在关键时刻，朕救了你，你也救了朕。朕记得在山洞里，你一直陪着朕，一直保护着朕，寸步不离。朕虽然受了重伤，伤口疼痛难忍，可在你怀里，朕睡得非常安稳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朕还记得那一刻，你抱着朕，唱着歌。你是那么弱小，却又是那么善良。莲儿，不要害怕。从现在开始，朕会一直保护着你的。莲儿，武家，武家，住手！谁也不许碰他，全都退下！皇上，退下！下去。皇上，小心！莲儿，你怎么了？莲儿，莲儿，传御医！皇上，这位姑娘中了阴陀罗散，这个量足以致死，方才的药也只能暂缓毒性而已。那应该怎么救她？阴陀罗散燥热烩烈，当务之急是要让病患用凉水浸浴。小德子，奴才在。备凉水，还有，传朕的话，此事不得外传。奴才遵旨。大人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哎，退下吧，退下吧，来来来，退下退下。哎，纳兰大人，德公公，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对不起啊，纳兰大人，今天皇上不能见你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哎，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还等着她拿了皇上的赏回来告诉我呢。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被皇上留下了呗。哎，能像她这样天天守着皇上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有什么好的呀？天天担惊受怕的。行了，别瞎聊了，赶紧去把衣服收回来。
是姑姑。请皇上恕奴婢御前无礼，奴婢可能是病了，奴婢不敢打扰，圣体安康，奴婢这就告退。你现在出去，会被营外的侍卫当作刺客给抓住的。刺客？奴婢不是刺客。你老实告诉朕，那碗杏仁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碗杏仁烙是奴婢做的，奴婢自己也吃了。那碗杏仁烙被人放了阴陀罗散。皇上，不是奴婢下的毒。那是谁让你做给朕吃的？是奴婢自己想做给皇上吃的。哎，琳琅，你今天当值怎么当得这么晚啊？姐姐，你今天做的杏仁烙皇上吃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估计没什么胃口吧。圣意难测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。姐姐，你今儿脸色怎么那么差呀？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。你今天还像平常一样回营帐去，以后每天来当值的时候再按时服药，在还没有查清楚是谁下毒之前，千万不能把你自己中毒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明白吗？微臣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这要你替朕去调查一件事情。今天御前宫女卫琳琅给朕做了一碗杏仁烙，这烙里面放了阴陀罗散。不可能是她下的毒。你怎么知道？皇上的饮食太监和宫女必须先试吃，如果是卫琳琅下的毒，那么首先中毒的应该是她。说的没错，这杏仁烙没有伤到朕，但他自己却中了毒。那他有没有事？你好像很紧张啊。有人敢对皇上身边的人下手，微臣自然紧张。他没事，御医已经帮他解毒了。皇上，微臣恳请彻查此事。好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往琳琅的杏仁烙里放了阴陀罗散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真是蠢。我们好不容易用长胜把这事儿给了了，眼下这狗皇帝又该彻查此事了。我看他也未必能查到什么。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我发现御膳房已经被狗皇帝封锁了，御膳房去过什么人？一查不就清楚了？我劝你早点把这事儿给抹了，想一想谁能做你的替死鬼吧。大人。阿林，有线索了吗？回大人，御医已经查过御膳房的食物了，发现杏仁粉里有阴陀罗散。当天进入御膳房的人呢？都已经派人盯着了，不过还没有查出什么端倪。对了，据当天的侍卫说，魏姑娘来时还带了两位新者库的宫女来帮她做杏仁烙。先不要声张，派人盯紧所有可疑的人。是。他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琳琅姑娘身上的毒素尚未散尽，确实需要用凉水浸浴，只是姑娘身体虚弱，恐怕承受不住。那除了凉水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？微臣倒是有一个偏方，只是有几分危险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说。有一味药可解姑娘身上的毒，只是此药性情寒烈，
需想办法保持姑娘身上的体温，方能安然度过。今天天气挺好的，洗完了衣服就赶紧晾起来。啊，是姑姑。醒了，琳琅，你醒了。琳琅姐姐，你好点没有？你肯定想吃点东西，我去给你做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琳琅，是皇上专门差人把你送回来的。哎呀，好羡慕你啊！得个风寒发个热，皇上就这么关心你。嗯，我也好想生病啊。那你去把心者库所有的活都干了，你也可以生病了。喂，你干嘛每次都这么针对我啊？你活该啊，你老这么说，成天都想着皇上皇上的。嗯，讨厌你，我也不喜欢你。怎么样，有线索没有？没有。大人，厨房那边有情况。走。大人，此人在厨房外面鬼鬼祟祟的打探了很久，我们按照你的吩咐故意把他放进去，果然发现他想把有毒的杏仁粉给换掉。带走，好好的审。是是，走。这些你拿着，看到你衣服都破旧了，我就给你新做了几件。谢谢姑姑，进宫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，长安真是感激不尽。长胜死了，在这个宫里我也只剩下你这一个依靠了。姑姑，你叹什么气啊？有一件事情我好像做错了。姑姑，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我去做就好了。长安烂命一条，只要能为姑姑为主子做点什么也算是报恩了。皇上，长安已经供认不讳，他原是长胜的同伙，奉吴三桂之命潜入宫中。马上把长安交给刑部大理寺严审。是。天哪，原来琳琅姐姐你一直在瞒着我们。玉姑姑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在琳琅姐姐给皇上做的杏仁酪里面下毒了。琳琅不告诉我们也是怕我们担心吧。琳琅，那你也不是风寒发热，而是中毒了。琳琅姐姐，那你现在没事了吧？
皇上已经让御医看过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陷害琳琅、想要刺杀皇上的太监，在押送回京的路上自裁了。长寿，长安，姑姑对不起你们。等姑姑办完了手上的事情，姑姑就去找你们。你的人对你真是忠心，你对你的人真够狠心。不过狠心是好事，不狠心的话，怎么可能做得成大事？眼下你手下那个宫女卫琳琅，恐怕是你唯一的机会了吧？没错，我会盯着她的。朕该怎么办呢？是把你继续留在朕的身边，还是就这样把你赐给荣若？我心思君心，不可以，朕不能辜负你，朕不能失去你。你知不知道有个叫梁儿的女孩，在我十岁生辰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你告诉我，我要等的那个人就是你，是真的吗？纳兰大人求见。传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快起来。荣若，你来得正好，这有一件事正想跟你说。你还记不记得8年前朕在京郊遇刺的那件事？臣记得。其实呢，在你带着侍卫们来救驾之前，朕的性命是被一个小女孩所救的，而且朕还跟她有过福佑寺之约。朕后来等了她一天，可是她一直没有出现。皇上，这个小女孩她……朕找了她8年，如今终于被朕找到了她，而且她还跟朕两情相悦。只是朕没有想到，她就是那天晚上和朕一起奏乐的那位姑娘。不，不是她，她就是御前宫女卫琳琅。荣若，我记得你跟朕说过，遇到一个喜欢的人非常不容易，一旦遇到了就要争取。朕要争取，所以荣若，对不住了，朕不能把它赐给你。荣若，你不会怪朕吧？微臣不敢。那就好。请皇上用茶。叩见皇上。起来。谢皇上。卫琳琅，过来躺下。奴婢不敢。朕让你躺下就躺下，过来。是。皇上，微臣施针完毕。
琳琅，你怎么了？琳琅，我叫叶三。我叫叶三。从今以后，就由我来保护你。不要。你是琏儿，对不对？叶三，不要走！叶三，你别走！你想起来了？奴婢又冒犯皇上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你想起了什么？奴婢只是做了一个梦。你梦见什么了？奴婢……你梦见了叶三，你梦见了朕，你都想起来了。我在附近啊，发现了一种野茶叶，泡水很好喝，还能解乏，我就给你备了一袋。这个呀，可是我存了好几天才存了这么一袋呢。那谢谢你了。对了，你要是喝完了就告诉我，我再去给你采，好不好？我可以陪你一起去采。嗯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哦，对了，长青哥哥，我得赶紧去干活了。去吧。上来。奴婢不会骑马。上来，把手给朕。是的啊，撤！皇上，放我下来！别动，你会摔下去的。撤！有朕在，你不用害怕。这奴婢不会骑马，皇上。撤！立！撤！琳琅。琳琅，受伤了吗？奴婢地位卑微，不配皇上如此厚待，奴婢告退。去。咦。传太皇太后口谕。问皇上何时回宫？琳琅，怎么这么久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再等了。我也不该让你再等下去，我们离开这里，远走高飞，再也不回来了，好吗？好。找我什么事？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啊！皇上，茶来了。怎么会是你当值啊？回皇上，今天琳琅身体不适，告假了。啊？
皇上，你哪儿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朕坐累了，想出去走走。走。你们几个都跟上。朕就在附近转转，不用都跟着来。恕奴才多嘴，这么晚了去那边不大方便。你要么就回去，要么就老老实实跟着别说话。这琳琅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那咱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天涯海角哪儿都可以，只要我们在一起。这个狗皇帝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阿布奈全家120多口人，全都死在你的一张圣旨之下。我今天能活着，进宫，所有的一切不为别的，就为今天。你这孩子来这儿干嘛？我想进宫，能不能带我进去啊？进宫？你要当太监啊？太监？什么是太监啊？太监你都不知道，还敢进宫？你是皇上，住在深宫内院，能见到你真是不容易。不过老天爷可怜我，让我活下来，就是给我机会。杀了你，是我这8年活下来的唯一理由。你知道我为了今天等待了多久吗？为了杀你，我抛弃了自己的名字，抛弃了一个做人的尊严。我像一只狗一样活在你的皇宫里。8年来，唯一让我支撑下来的，就是我对你无穷无尽的恨。
我要让你烂死在这个泥坑里，我要让你慢慢尝一尝在恐惧中死去的那种感觉，我要看着你挣扎，看着你绝望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德公公，哎，阿离，你来的正好，皇上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们赶紧帮我去找他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德公公，还有什么事？快去通知纳兰大人，他兴许知道皇上的下落。是，快去吧。哎呀，皇上，你到哪儿去？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吧，走到前面去看看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阿离怎么样？找了一圈都没找着。纳兰大人呢？纳兰大人也没找着。哎呦，完了，赶紧放响箭吧，让营里所有侍卫紧急集合，皇上有危险了。是，走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皇上有危险。皇上，皇上不会有事儿吧？琳琅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置皇上的生死于不顾，我要去救他。好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抱紧我，撤，撤，撤！大人，你去哪儿了？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不见了，我们把行营的每个帐篷都找过了。还是没找到。皇上是在哪里不见的？听德公公说，皇上去了河边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河边，走。皇上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，德公公，皇上怎么了？琳琅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皇上不是去找你了吗？皇上，皇上去哪儿找我了？皇上见你去了河边梨花树下，便悄悄地跟着你，然后皇上就不见了。希望他不要出什么事才好。皇上，皇上你在哪儿啊？所有的人都在找你，你出来。皇上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求求你赶快出来吧！皇上，所有的人都在找你，你快出来啊！皇上，皇上你在哪儿啊？皇上，皇上，听见了吗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去那边找。皇上，皇上千万不能有事，否则的话。纳兰如若万死，亦难自其咎。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皇上，
人吗？有人吗？皇上，皇上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来救你了。你别着急，皇上，你坚持住啊。皇上，皇上，快醒醒啊！皇上，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给我来！琳琅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皇上是因为去找你才遭遇不测的。琳琅不在，纳兰大人你也不在，这么节骨眼的时候你们都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啊，德公公啊，大人，多亏皇上欲救及时，没有大碍，只是被困之地呼吸闭塞，加之气血亏失，不能濡养头脑，所以才昏迷不醒。